林安宫新北社区随着增头老人人口的增加，透过照顾关怀据点陪伴关怀长者，除了安排有真多多元的课程以外，也阁会做自家公司来推动幸福共餐的活动。上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讲，遮阿公阿嬷会当较接出来，甲大家互动，快乐生活。阿公阿嬷上课真认真，最参与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课程，透过老师协助设计健康促进的内容，亲像音乐、艺术疗法，还是讲带入健康观念知识，依照着时代的需求，达到预防照顾的目的。较唔捌来咧出来安尼参加啦，啊，这都吼年会有啊。年会有啊，啊，都较无咧做事，啊，咱就来遮参加，是真好安尼啦，遮拢真照顾老人啦。啊，阮这年纪就是爱出来参加活动，才会快乐啦。无到厝拢，干来一直看电视、看平板，袂啥咧。第有开讲的机会，啊，那还佫有请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咧，来咧讲座，好像今仔日这安尼吼，啊，无形当中，互遮的这个。高龄的，啊，才长辈的，啊，忘记的年龄啊，感觉讲，啊，才老东西，啊，老厝边做伙，开讲阁真好。一寡话，有当听我来为了讲，让长者会使在地健康老化，民间乡新北社区配合着登记照顾的政策，为两年前开始来设立着照顾关怀据点，引进着资源，丰富阿公阿嬷合适。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，我们都非常的愿意来协助这些长辈，啊，这长辈嘛，拢非常的乐意吼来参加吼。虽然有诶讲，进前未晓唱歌、未晓跳舞吼，但是现在大家拢只要讲，阮有活动啊，啥物吼，拢大家拢全力以赴吼。啊，搁有一寡阮诶温室调查吼，嘛拢来进入阮诶社区。为课程诶安排、居家方式、甲幸福共餐这等等，社区伫诶志工朋友诶协助之下，做来陪伴照顾长者。加入到趣味，一个合适价关系，化工阿妈愿意加菜，参与社区活动，为家己的健康来努力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